爸，爸，你呀？爸，康泰，佩琪，先生，爸，歹势，我跟爸讲一话。爸，这阵啊，我跟妈拢无看到你，阮听讲你来公园散步，专案来甲你看一下。我嘛真想要看到你，佩琪，先生，你敢知影？看到你，我实在足欢喜。康泰，我来看你，看你身体有病惊无？ 你身体有病，敢吃饭？啊！我过家就痛苦，我根本都无想要吃物件。妈，看这情形，爸你受得有点简单，咱袂当让耀宗甲爸带做伙，咱家带转去。没笑，兄。哦，啊，恁两个哪会敢那贼拉共款哈？用这种小人步数，就想要甲人抢走？伊是阮爸爸，本来就应该跟我带做伙。 我唔免抢，而且这是公园，大家拢有到来，我嘛免偷，电脑是你，你是有啥物资格踮遮讲话？吼，要问我进前吼，你先转去恁家，甲户口簿仔看好清楚，敢有养康泰三字？啊，若无吼，嘴就甲我塌起来，莫甲我讲遐济啦。严明主，我无想要甲你第一只一句来一句去，讲这话对康泰是点仔帮助都拢无，我干那想要知影。 耀宗将康泰带转去，恁到底有好好甲照顾吗？但因为耀宗是大企业的董事长呢，因哪有迄个闲工好照顾因老爸啦？啊，毋过吼，康泰食穿，拢有人咧甲照顾啊。家你看啦，食饱吼，搁有人出来散步呢。啊，你讲，安尼敢有算照顾？你有好好照顾伊？是安怎爸爸面色看起遐尔歹？是安怎伊眼睛看起遐尔悲伤？ 啊，他你嘛知影，康泰代志种神庙哦，你是毋嘛伊会当食到我大颗啦？我会当甲顾家呢，啊，佫会晓喘气哦，已经足够的呢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根本无好好款待阮爸爸，我无爱予伊甲耀宗大做伙，我要甲带转去。好啊，你去甲杨耀宗发帕拉克呐，看伊敢有要予你带转去。伊算啥？伊算啥？伊是杨康泰户口内的囝啦，请教你吼。 啊！你林姓枪是算啥哈？你嘛姓枪，那是想要跟人抢老爸哦，手骨都要比人较有力啦。要若无，涂骹都要比人较巧，敢若可以去吹吼，要想要跟人抢老爸啦。林枪，免甲伊讲遐有诶无。我嘛真无爱甲恁讲啦，我要从康泰当个洗手面啊。 你若是惊我甲苦倒，无你就缀我转来看麦啊！唉，看这种心命的人哦，是偌糟蹋人嘞！啊，你若唔惊，才带转去顾啦，哈，带转去。信昌，信昌，恁爸爸来你娘家做，恁爹甲因兜去。妈，我就是要转去啦。信昌，信昌。 小宗啊，你厝内有人跳，你莫叫是讲吼，要照顾康泰这种病人吼，是我尔轻松的代志啦。我逐工吼，啊都爱带伊去公散步啦，啊回来吼，都爱遐这小水吼，开浸脚啦，洗脚啦。严明珠，你将我脚尖疼到都无半，即马够盐水来搞我死。 你心肝真正伤到落去。康泰，你是安怎？谁让你的表情看起来敢那艰苦的？哎呦，伊一定是感动啦！伊感动讲吼，我这个无名无分的查甫人，愿意在伊身躯边照顾伊，伊得感觉足感动的啦。唔对，阮爸爸看起来不是真感动，伊跟他真疼。 真艰苦，你袂晓照顾病人，就莫学袂讲话啦。阮爸无需要你来照顾，你上去边啊，我来替伊切脚。你要
应该去看，不然你凭啥？你想哪？你想哪？哎呀，我来就好啊。静秋，你哪家要创啥？耀宗啊，啊，就有人哦，趁恁爸去公园散步的时阵，想要甲杀走啦。好佳仔哦，我甲抓落来，因若无你即卖哦，都爱伫街仔路找老爸啦。林信昌，你耀宗，即卖是严明珠咧塞路，你唔通搁再甲信昌冤家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若是搁想要甲阮老爸带走，我就告你绑票。买股做你股，我会当去法庭，甲法官讲，你是安怎考到阮爸爸？你有啥错？你姓林，唔是姓杨。我甲你讲，我是个真骨肉，我会当用我的 DNA 去拯救阮爸爸。你去啊！你来啊！看你我都甲爸爸抓进去。你莫想讲我唔敢安尼做。先生，莫阁介冤。你若再继续安尼，只是让你爸爸心内加艰苦。感动，有够感动的啦！我是捌听人讲吼，为着小姐的财产，然后咧冤家相拍，都毋捌看过有人小姐要照顾老爸呢。动的啦，康太啊，啊你有两个后生哦，啊你小姐要给你照顾呢，你一定感觉足感动的哦。严明珠，耀宗啊，你都给你爸顾好掉啦，唔通让人抢去。哼，也若无，到时阵人会讲，你做一个董事长，啊都甲一个老爸放互一个无户口的兄弟啊在顾。安尼哦，你会有歹名声哦。明珠啊，你莫伫西龙姚总，给一个性侵冤家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安尼讲，就是说西龙哦。屁哦啦，啊，当你嘛知影啦，姚总伊是真正做戆滴的啦。啊，你心内咧暗算啥？伊都无法度要着半项啊，我当然嘛爱甲点一下。伊若无吼，伊予人讲伊不好，安尼毋是真委屈。好啦，莫阁假啦，莫讲遐好听话啦，根本就是你个三龙姚总，莫阁在遐大细声。我甲恁警告，恁若阁想空想胖，想要甲阮爸爸带转去，我会予恁好看。出去！你先生，莫阁甲伊讲啊，咱来等。严明珠，过去我对你这尔好，一直把你当作是姊妹仔同款，你唔通袂记。会啦，我永远拢会把你记牢牢。弟啊，先生，多谢恁来看我。嘉纯，啊，你毋是咧整理行李？嗯。搁咧想秀月代志啊？你敢要想秀月？当然会啊，啊，不过想嘛无路用啊。即马，咱只会等警方的消息，敢毋是？静安，我感觉咱走去南部，敢那离大家那就远诶。安怎？你想要留去台北遐？嘛不是安尼想啦，要唔过我过身就是放袂落来。你是不是放袂落来冲达？冲达哈尼伤心，大家拢遮尼关心伊，敢唔是？是啊，啊不过除了关心以外，伊对伊是不是还阁有一份期待？你是不是因为同情冲达？所以想要陪伊，静安，你伫咧烦恼，我会离开你心。当然我会烦恼啊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想要留伊身边，我袂反对啦，因为我了解伊即摆心情。多谢你的谅解啦，啊，不过静安。你若是安尼想，你就唔对啊！总但伊无需要我的陪伴，我嘛袂离开你。
因为爱情不是凊彩就当代替，若是爱情会当凊彩就当代替，那呢一个人就要为着爱情等待遐尼久，遭罪遐尼久，对吗？嘉翠，细汉时阵伫儿童之家，小阿难相处，我就会吹口琴互伊听。伊讲，只要听到口琴的声，就亲像我伫我的心。小阿，我伫你的心边，不管你外远的所在。我拢会伫你的身边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听的，秀华一定有听的。不管秀华伫外面的所在，只要是你的声音，一定拢听会到。那恁秀华人呢？伊人伫倒位？现在我一直在等伊，一直在叫伊，伊拢无要回答我，伊拢无要吵我。我知影，伊一定是讨厌我，怨恨。问问我安尼逼的，该逼到无路，对吧？袂啦，聪达，秀华这么爱你，伊袂忘恩你的啦。那恁伊先转歹转来。聪达，你受过悲伤啊，你根本就唔知你家己在讲啥。我知影，我应该甲秀华讲，我对不起。对不起秀华的人是焦万，是焦万全家伙的人。焦万。不对，焦万这么爱秀华，啊，不过伊却放弃伊，伊放弃秀华了，伊即摆又搁后悔啊！是焦万让秀华这么大的压力，秀华唔真想袂开的。焦万让秀华压力，也不过伊嘛为了秀华，到即摆还袂清醒。可是今麦秀华人还搁伫个，伊应该想要看一下我，我要替秀华去甲看一下。从头对秀华的爱，伊还是这么深。秀华来看你，你是想要问我，现在秀华不爱家己来，对吧？因为秀华已经跳落去海底啊！你希望一定给你应家，我希望伊跟我结婚。秀华不知道要安怎面对咱两个人。所以选择离开，让大海来决定伊的命运。昭安，秀华安尼做，都是让咱两个人变。聪达，嗯，你哪来？我来看昭安。你来看昭安？是，我想。那秀华有伫个，应该嘛来看乔安，所以我就特意来甲看一下。秀华有消息无？秀华这囡仔哪会这戆？乔安，乔安，你是不是有听到我在讲话？你是不是有听到？这就表示，对乔安还佫有足强的意志，伊会清醒，伊得清醒过来。我是惊伊讲，伊若是真正有听到咱讲的话，颠倒会受到打击，会影响到伊真心的意志。
这几年来，咱两个人都参照阮修人同款。不管是修啊，你都袂给我这建议。你想要把伊带转去，我就阻止你。你甲我，就参照冤家对头，永远拢袂相让。要唔过今日，咱两个人做伙做唔到这件代志，咱人生煞行伫同一条路上。今嘛，咱两个人要做伙期待小华平安倒转来，所以乔安，你爱真心过来，跟我斗阵，甲小华揣倒转来。小婉，你有听到吗？你要静音起来，你一定要静音起来，你有听到吗？老一丁，你也还好，情绪上哦。哦，在下哈。没。一丁夫人，老一丁的情绪安怎？真稳定啊。你的病是啥歹？你去讲真稳定。爸，你而且哦，无人通好好给你照顾。我给你找一个所在，你当底下好好静养。你是要创啥？送你去疗养院啊！我不爱，无爱，你是要直接难死哦？我不爱。你妈啦！给拖走！我不爱！我不爱！我跟你讲，无你的代志。各位，老人们，唔通袂讲。乔安，你莫把我父母气甲倒落去，你都爱较坚强嘞，较早真心起来。啊，若无妈一个人，我刚刚要倒落去啊，你知影无？三婶啊，一丁夫人把老一丁带走啊。我不爱，应该啊！我再掉，你怎么来给你造出来？阿奶，我得卖送你去养老院。我不，虎皮，你是要将你爸揣倒去？养老院啊！你揣养老院要从啥？妈，昨晚这么昏迷不起，爸爸又搁倒落去，我是惊你伤疼，才会要给爸爸送去养老院。国王国家外晓了，我无参详你。叫我因爸爸，你给他吵乱。你的赌性莫这强啦，你一个人是免怎照顾两个啦？到时阵连你妈倒落去，安尼恁三个人唔着烧酒去病？呸！人要大性命，你家己去就好了。咱给他吵乱。妈，爸的身体无好，万一你若过了无好势，伊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的罪就重哦。罪过较重，嘛无你遐尔苦。你要将伊送去迄款所在。就是要让伊伤心，要让伊无伴。这款人情是你爸爸阿听，我痛苦，你知影无？你若是不良心，将恁爸放落来。你安尼讲，就足冤枉我。养老院内面什么都有，嘛有真侪老人会当烧酒供人是非。内面是足舒适的，爸若去到遐，一定会过到足快乐。你这浪毒的查某，明明就是要苦毒伊，竟然阁讲阿娘好听。我看你哦，无去到地啊，你是袂惊啦？你讲的上是较客气，那无我嘛和你过来就凄惨。虎皮，有错？虎皮，有错了，有错！又困起来。便当来了，吃饭哦。秋婷啊，总打，你的心情较好无？是同款啊。这阵啊，天一光，伊就去警察局等看秀华的消息了。对啊，警察局，伊其他的时间就去海边啊，逛花灯啊。安尼也不是办法啦。我嘛知影，不愿意和总打继续安尼落去。不过伊即摆心情遐尼悲伤，
我去海边啊，行行看看的，无得甲伊心内哦，会较好过啊。是啦，咱即摆会当做的就是等看有秀华消息了。啊，若从打，就尽量安慰伊，陪伴伊度过一个悲伤的日子啊。阿姨，我等下要去拜访客户，顺便坐过去海边啊，看从打一下。咱来等啊，好不好？遐坐一只规工，饭也唔吃，安尼秀华就要等啊是？秀华唔等来，我就一直等。那还是要等外久？等一天？一年？这是一世人啊！一世人。这下水敢会大？总大，秀华伊无转来，你的心，你真正要带伊去阿信？秀华活嘞，我的心就活嘞。秀华若死，我的心就对伊死去。那你的人呢？敢讲你的人，莫要伫个遮吹风捧你，家己心早已死去是？这是我唯一会当替秀华做的代志。你着秀华做。已经有够侪啦，你应该为着你家己，还有其他的人继续活落去。聪达，你还有你爸爸、你妈妈，敢讲你袂记啊？你还受完爸爸的照顾，你哪会用逐工坐伫个遮，为难替你烦恼呢？我倒去厝的，应该都袂烦恼。所以才振作起来啊！你袂用继续安尼，体无好。到了一个空壳的身躯，继续悲伤落去啊！只有秀华回来，我才袂伤心。你两嘴讲你这样悲伤，这样痴情，怎能证明你对秀华的爱心？你安尼做，只是会当证明你对秀华爱无够坚定。你敢不是讲你要照顾秀华一世人？啊，即卖呢？现在变作变作，是秀华在支持你的性命。我若知你今日变到安尼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放弃我对你的感情，让你跟秀华两个人互相伤害。那你回去，我不希望我在伤心的时阵，搁要辜负另外一个人。我的罪过已经足重足重了，请你别再增加我的负担好不？我无增加你的负担，我只是在关心你。我甘呐希望你会当走出那段悲伤的日子，我希望你快乐安尼尔。多谢你，彩华，你先回去，你好好在这陪秀华好不？宋大，你莫伤心嘛，好我在这陪你好不？我无需要人陪伴，我有秀华。秀华已经无在啊！你伫我的心肝内，你心肝内敢若有悲伤？还够有担待？那嘛无路用，秀华永远拢无可能回来。你不回来，我就不走，请你回去。你别叫我回去好不？这个时阵，若是无我在你身躯边，那你不是更加艰苦？因为你是我上该袂放心的人。彩华，请你回去，我要在这等秀华，等她变作一身石头红啊。陪你到林丹好不？我陪你做林丹，等秀华回来。
你要去倒位？你回头啊！你要倒位啊！你离开我掉无？心中，我袂用搁陪在你的身躯边啊。是安怎嘞？我搁想讲，我嘛想讲，我会用甲甲早同款，点点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做一个异性缘。啊，不过，我发现。 我愈来愈介意你啊，心肠，我爱你，是因为，即摆是我应该离开的时阵。Kitty，你莫走好不好？我一定爱走，我惊，我愈来愈想要霸占你，我嘛惊爱情的自私。 让我变成你甲彩华之间的第三者，是不是？我真正无想要破坏你甲彩华的感情。我要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把我当作是一般的酒店查某，嘛要多谢你，我已经把你的心事讲给我听。我走出这个门了后。 你就永远把我忘记了，等你上来才华辛苦。Kitty，我拜托你别走好吗？心中。 大多啊，我看到聪达，甲彩华两个人难做伙，所以你就为着安尼咧艰苦。你顶摆毋是甲我讲，秀华已经跳海自杀了，彩华甲聪达是自杀案造成大害，无你靠彩华，伊只是咧安慰聪达。你若真正爱伊。 你就应该想想，莫想遐尼多。是安怎你这样子呢？是安怎你处处替别人设想呢？因为我知影你爱，爱一个人，就是应该替伊设想，希望伊得到幸福，敢毋是？即马啥物拢莫讲，莫离开好无？ 心情这么痛苦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？一个家，让父母变甲农家散地，家无成家。 叫我嘛，唔知影当时的情绪，金川嘛，唔知影父母送伊倒位去，剩我一个老的，父母唔知影想啥物无数来对付我，艰苦，我就点点互伊来讲起。 到底是干啥物道理？我袂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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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袂
咱也不无人丢落过头啦，有通吃，也有面能摊开。
袂歹啊啦。这个时代啊，唔好想要饲只养老，无就娃娃起死。想较开个，啊，搁有所在通互咱死者活者等死哦，要谢天谢地啊啦！你想听着？时代无同啊啦，日头赤夜夜，虽然顾性命，即马囝儿敢顾去趁钱，啥物顾你即种，食袂讨汰老大。阮囝偌友好嘞，阮囝是医生嘞。恁囝若友好吼，就袂互你来食啦。我是一个爱做面盲的王老爸啊。小华，爸爸今日有人找他。今生不如往啊！我可怜啊！好啦，就够我这个老大人，拜托你莫阁吵，莫影响着别人心情啦。我袂等，我袂等啊！叫你起来，我袂等。吵死啊！乖乖啦，乖乖倒，乖乖倒。玉皇伯啊！这根本就是地硬嘛！我哪会落魄到这种地步的？小花，小花，你紧起来，紧来把爸爸救出去啊！小花，小花，小花，你还紧真心起来？恁爸爸被虎皮带走去，妈今嘛规身躯拢无力，为着要阻止虎皮。将你爸爸带走，含药嘛去闪着。即马咱厝内拢是负面的债主，我真正是变成无依无靠的人。小花，妈以后日子真正不知要安怎过才好。小花，你爸爸被负面带走了，我无就陪你跳。我不知道你爸爸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代志，伊有中风，脚手阁袂灵力，那我不会带伊倒去，咱也不知影。万一若是无人照顾伊，伊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是要安怎？三心妈，你讲老一定被人带走，不知道去倒位。是啊，我问院长夫人，伊也毋肯甲我讲，老院长到底是伫倒位？老院长被人带走的时阵，我有看到。那呢？你是不是会去甲我问看卖啊？看老院长去互伊带去倒位？好，我帮你问看卖。你一定爱替我问哦。你免烦恼，我一定会替你问的。多谢你。唔免。我是黄金川的太太，我要带阮翁回去。你讲你翁叫啥名？啊，伊姓黄啦，叫黄金川。方小姐，你甲查看未？无这个人。无可能啊！我问过司机，司机讲伊是将阮翁送来遮，无唔对啊。我讲无就是无啦。拜托，你搁查一下较清楚的好无？我真无闲呢，你去别间坐看卖啦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嘛？我跟你讲，无这个人就是无这个人啦。你若搁踮遮吵吵闹闹哦，我马上叫警卫来甲你赶出去，点灯。这间安养中心，谁人还无验名者？你要找黄金川呢？你是谁？我哪？我不知。我不知。是谁给你绑安尼啦？哎，阿姐，我唔爱搬家啦，伊唔叫我走哦，都把我绑安尼，我连去厕所都袂用啊。我阿想着啦。我唔捌受到这种委屈，我死太阳。
夫妻的良心哦，真正是好够家己，哪会安尼离开你啊？我送你来等。这里啊，靠你放啊！你袂当甲带走。谁人袂用的？我唔能要将人带走，我搁来告你。要告，做你去告。人，你袂当甲带走。伊是阮阿，我谁人袂用带走？根据阮安养中心的规定，阮敢若认送伊来的人，伊若要甲伊带走，叫你新妇来，阮唔捌你啊！你真是贼困咯！你要走也唔走？啊无，我马上叫人甲你呼出去！啊，走啦！你妈！你怎样？你来去搞我当爹爹咯？走去多位？阿伯，小华的房间，小华回来，小华，小华，小华，那水里面哦，就阿妹啊，阿妈就乖。爸爸替你点一泡花，让你会当笑咯，也会当找到回来的路。爸爸会一直坐这，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你。身体，阿妹，伊那拢无得来啊！这阵小华无得来，以后阿哥有我，咱不是讲过爱做老朋友？哦，咱是永远袂分开，是不是？我照顾你一世人，甲小华甲哥，做你永远的守护天使。臭蛋，心肝伊即摆个生病就这样，我找袂着伊啊，我永远拢找袂着伊啊。没啦，小华知影你伫找伊，一定会出现的。你到底是生还是死？人又果是要躲你，你敢有听到我伫遮思念你？阿姆，我是不是当你来？请你来。小姐，来，饮水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？聪达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有什么事？我知影，我实在是不应该来麻烦你。啊，不过像我这么倒在病院，我一个查某人。我现在是无法度，我只好来麻烦你。你莫安尼讲啊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？讲起来啊，实在是厝内见笑代，父辈趁早晚，父辈不济，将因老爸送走去啊。送走？送去倒位啊？安养中心。安养中心？
伊根本就是报复，甲糟蹋伊老爸。伊哪会当安尼做？实在是欺人太甚啊！搁较安怎讲，阿爸嘛是负面大哥啊。蒋万云爸爸伫安养中心，去用糟蹋邻居，根本都无参详啦。我看了就唔甘的，从他，我是不是应该拜托你，拜托你替我出面，跟我来去将蒋万云爸爸带回来。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既然我知影，我一定甲斗相共，将阿伯带倒回来。从他，多谢，多谢。好，我马上甲人送过去。咱今日赶紧准备车，赶紧甲这个人安排转来，若无紧送走，一定会出代志的啦。对对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创啥？这个人我们查到。你凭什么呢？凭我是这个人的某，是我叫伊来当查查。黄太太，我唔是有甲你讲过，当初送伊来的人是恁新妇，若无伊的签字同意，任何人都袂当甲伊查走。我当是坚持要甲人查走嘞。我你要走啊？不走？你叫凶人坐，你就赢。安娜，我今嘛是不是当甲人查走？喂，人已经被我们大家带走，你是安怎办代志的？要安怎？人被我们大家甲冲大就回去，这对我足不利的。姚总。总是海阔，爱袂着风。